这盘棋讲解是神刀求败，2021年的下甲联赛，这是第12轮，赵欣欣对战蒋川，就好像当年的独孤求败对上刀神一样，看看到底谁厉害。开局是飞象对战国公炮，红方的意思是注重阵型，黑方的意思是快速出车。那红方这个棋最终选择了出横车，它的目的主要是过来吃炮，对方则是点进来吃兵压马。红方这边是先手。到这儿的话，金炮看住，黑方的话就吃不到了。他为了吃这个兵决定炮二平三出车把炮赶走就可以吃。红方正常是要出车但是的话，他担心对方一出车，如果你不封锁长起来，你一封锁这边就吃了。其实红方可以冲兵打车，你一退拱掉你，你一吃上马就行了。黑方如果车二进四平炮跟他一换就行，双方均是局面。但是红方难讨便宜这是第一个思路，出车可以简化局势。第二个思路，马七进八，这个比较复杂。黑方有个马七进六再进炮去打，或者将来放中炮应采中兵的变化，所以这个棋太复杂。红方决定走一个棋和车一招两用的好棋，不让对方上马，对方出车的话就看住，他的车也没有点位。实战到这儿呀，黑方决定就点车下来。不给红方冲兵利用的机会了，然后他是要偷袭红方三路马，红方在这儿选择挺兵试图你一吃我退去捉就行了，再吃我就打过来他这里是先平车爪，红方不得不上，小卒再一冲正常你象掉他一吃就占优了，所以红方呢不敢动呀，他决定走一个炮四平三牵住你，让你也不要动，黑方也就飞象，这时候呢小卒可以吃马，车可以吃炮了。怎么办呢？红方直接换子，换掉之后把中卒踩掉。现在黑方先过一卒呀，局面是领先。这儿的话，他平车过来吃马，那红方也就上。黑方这个棋比较厉害的招法就是车点过来，将来找机会平炮可以捉对方的炮。那么红方有这么一招棋啊，他不敢这样下了。黑方这里啊，简单的走法就是进炮，就让你去踩个象。踩完之后，你虽然多破一个象那么黑方他毕竟可以保住一个卒，双方对杀下去应该来说是黑方有利。那这个棋有可能你不愿意说走这个棋，这儿你也可以平炮还是可以守住。红方如果说硬踩这边有个偷袭手段，这里需要注意。那你现在推炮的话，担心就锁住你，但是你还不能平炮你一平炮它有一个跳将呀，这一平炮过来抽车就输了。所以这里黑方他比较稳妥的招法就是甩车过来，刚好可以看住这个棋。红方在这儿暂时就没棋了。那么现在他需要走的就是点车过去。那黑方如果推炮，他也没棋。黑方需要做的就是平过来吃炮，他就吃马给你换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如果他不愿意丢，想白吃一个子，红方可以拉住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棋黑方还得保卒。如果你保卒，那它有一个弃车然后这边是先弃后取，这个棋应该说差不多。这儿如果说黑方想贪赢不愿意给他这个机会，比方说我就飞一个象，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弃车了。那这里双方是一个互缠之势红方可以考虑先给他吃掉，黑方进卒是骗招你敢吃他过来杀你，这样把车抽掉。所以呢，这个棋要注意红方上马就行了。那么你一吃我一吃双方会形成这个局面。那么到这儿以后呀，你就双车线的补士就完事了。所以呢，双方也差不多啊。那么这样个棋的话，应该说可战黑方这个棋是不落下风的。那么他临场的话，走的是车三平四就担心红方上马这棋太厉害，就牵住求稳。红方则是把车封住呀，也可以进炮打象到这儿也行红方还是比较积极。黑方他选择平炮想打马，红方正常也就补一个。为什么要补一个呢？这儿的话他不想给这个车过来，将来这个炮甩过来，车炮这边出棋，直接隔断你甩炮这时候因为把车挡住了，他一个炮没有棋，正常象了就可以了。那么临场的话，他是走了个平车那这样的话，黑方这个卒他就保住了。到这儿的话，红方这个棋就赶紧上马。踩着卒黑方你要牵的话，这卒就丢了，所以黑方硬着头皮去冲。红方到这儿的话，一看
我场马没骑了，所以话他就想急于平炮脱身，这样的话就出了问题。在这个局面下，红方似乎应该把这个车拿起来，双方呢慢慢缠斗啊，你顶多过来就破个势，暂时还是不会有棋。到这儿的话，他急于啊想走一个巧手脱身，意思是你一吃呢我一打，然后呢这个棋想办法啊把你这个卒打死。这个棋红方的贼位置比较好，但是黑方临场不买账呀，他走了个七车砍中士啊，这招棋走完之后呀，直接就把车给吃了。现在反而呀，这个棋红方缺了个士，黑方小卒已经杀入九宫呀，就比较危险了。红方这个子弟位置好也没用呀，甩开之后啊，黑方这个棋就只管下，那这儿瞬间就反客为主了，黑方明显占优。红方打回来啊，黑方这棋退回一抓啊，你的子弟位置高，但是你没有棋呀，然后他垫进来，眼看一平卒就危险了，红方赶紧回马救援，黑方这个棋就上，把这个炮跟车隔断了。那么这儿的话，你车又过不去，炮也过不来，还是没棋啊。红方决定下底炮，找机会呢就往里冲。黑方到这儿选择是炮分边，你车过不来，然后他马不动，你就进不去。一个炮孤军深入也是没棋，那看着他要打过来怎么办呢？红方走了个冲兵，意思是把马赶走，强行往里杀，想要对攻啊。黑方也就打，红方这儿就拱啊。现在黑的就跳进来。红方赶紧过来把车对掉，你不对我就抽你啊！这招解围也是非常经典，那黑方也只好换掉了。对完一个车之后呀，可以说暂解了燃眉之急啊。那这边你黑方啊暂时没棋了，红方只要能把对方这个卒拿下啊，将来凭借多兵啊去反围城。但是黑方这个棋他先甩炮了啊，不给你机会，要下来。红方的话也是不甘心用兵去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挡住人家把中兵给打了啊，你再吃的话，他再退，这里是没有用处的。再吃他又平，一旦炮打出来，人家厉害，你得先挡一下啊，让他上马。你这边可能需要去抓他炮，这一甩开之后底线厉害，等你再抓的时候他就不要了。他这个炮主要是挡住你炮，不然你回来防守，然后下注卒七进一，下一招棋啊踩炮来不及，一招回马金枪呀就有出，马后炮瞬间杀棋。所以说到这儿呀，你即便挡住炮，那也不行啊！你这个短腿没有他这个长腿走得快呀。最终这个棋还是啊被困啊，这个子没法回防呀。所以黑方总是有一个上马之后进卒偷杀手段啊，这些要注意。红方决定就飞个象啊，这样的话就把对方这棋先解一解啊。黑方还是打掉，还是要贯彻这个棋。那红方就先回马，你要是上马，他就回来将来踩炮，让你没有时间卒去进营啊。到这也算守得顽强，那么此时黑方啊顺势进炮，到这儿形成担子炮了，红方赶紧回来踩啊，希望对掉你一个子把你引开吧。这时候黑方是炮五平六，红方到这儿就上马了。那么眼看对方的攻势啊暂时已经瓦解了，那么他准备上去反击啊，这时候因为踩着炮他不能踩象，黑方决定退炮回去，下一步就可以踩象了啊。红方到这儿的话也顾不上去逃。他选择的招法是马四退六，先踩炮，准备呢踩卒再踩炮啊。那这个棋黑方是退回担子炮，你要是敢踩我卒，我就破你象。一旦一破象的话，那这棋肯定是唇亡齿寒。所以红方决定啊，这时候落象。接下来这个棋啊，黑方是卒三进一，那对了也不让你白吃呀。红方也就吃啊，黑方也就象。红方呢正常是要过一个的。临场的话，这个棋啊，他可能感觉到啊，对方这边有棋，所以呢就想简单啊回个马给你换了算了，他也不吃你的子啊。将来你是双炮双卒啊，他是马炮兵，这个棋黑方要赢啊，难度就非常大了。所以黑方这个棋啊，他就平炮过来硬扣住你啊，不给你换。红方一看我出来硬给你换，黑方到这儿非换不可呀。换掉之后啊，这边就象掉，然后这个棋黑方把象落回去。啊，他也不给你吃了，既然你要决战啊，就给你斗一斗吧。红方的话平炮，试图退回把卒打死，一旦把这个子消灭掉，就可以立于不败。那么黑方正常是要炮平上去挡，实战他平过来啊，认为这个棋可以破势，红方赶紧这个势不让，黑方最终还是要去挡。红方的炮回不来，他选择招法是上马，找机会飞个象把对方赶走。
黑方只管过啊，红方想推炮回来，黑方再过啊，到这儿就平，再挡啊。那现在这个棋的话，因为黑的他关键想赢啊，红的这个棋他就不变，黑方想赢棋你得变招呀，不然的话就和棋了。所以双方啊做这之后，最终黑方决定炮二平四啊，不跟你纠缠了。那做这样棋的话，红方赶紧推炮回来，这儿攻守两立啊。那么此时黑方是进炮再拦一下，这儿红方暂时还是不能露头，他选择招法是先把象啊给连起来。此时的话，黑方他平炮一将，红方也就进去啊。黑方前炮平五，把马牵住，红方还是要出，避免重炮打死马。此时的话，黑方啊又是一将，双方在这儿循环了一下。那么这个棋最终黑方决定呀，炮四推一啊，准备知士去将。那这儿的话，红方他就上，认为你知士将我可以对炮。此时的话，他就将啊，这边就对，黑方给对了，红方也就吃。换掉以后呢，现在红方是一个马，兵暂时过不去啊。那黑方是炮双卒，对方缺个士，黑方认为这个棋有机会赢。那么先飞个象再说啊，这儿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双重防守啊，你不论多哪个象眼你都过不去啊，所以你就别想着过兵了，准备啊做好一个三打一的准备吧。那接下来这个棋啊，红方回马之后，黑方是下卒，红方啊先踩卒把他赶走啊，然后再踩，黑方也就下。到这儿他是要平过来抓士，一旦把士一破呀，这个棋就厉害了。红方回来先踩炮啊，然后这个棋上，黑方平过来，这儿红方这个马他不动，就是不让你这个卒进来。黑方他落象啊，因为这时候有一个象看兵就够了，中路敞开啊，准备阻杀了。此时的话，这个棋红方上吧，黑方就平卒准备破士，红方支士到左边啊，黑方就趁机平进来，红方呢也是飞个象，这儿黑方是退了一步，把马摁住啊，不让你回来防守。此时的话，他落士到这儿甩开啊，准备金炮一粘把这个士破掉，将来这两个卒就可以发力了。红方当然不肯啊，落回形成一个太公座椅之势。接下来他退回啊，随时一飞象，准备一面打将杀。这个棋就是要强制性让你补士啊，再进炮一串。所以眼看要破这个士，红方只好上马去抵挡。黑方呢不能直接上，否则他踩你啊，你还过不去。黑方先平一步再说啊，红方到这儿就退回中路。接下来黑方还是啊飞象，这儿硬要将军怎么办呢？因为这个棋你炮已经被引过来了啊，他不怕你进炮穿了。到这儿就补个士啊，运子非常灵活。黑方到这儿啊，简单就弃卒砍士，这是一个惊天妙手呀！你一吃把马打死了。那这儿的话，如果你不吃，也是等着输了。其实，红方也就只好吃了。黑方这一打，红方他就选择飞象，啊，黑方再一打，那现在已经是没子了啊。那现在黑方他就卒用过平，因为红方本来是想上去啊，但是没有用呀。人家炮一拉回去还是要杀你，你最终还得下啊。那这个棋结果就是这个卒一旦一座花心啊，就等着数了。红方确实守不住啊，到这儿赵清新不得不认输，这盘棋啊蒋川获胜。